有啤酒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打铃。哇，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开箱了哦？超久，超久。这次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开箱。你们看我们的标题，应该也懂我们要开什么了啦。Yes。但是在开箱之前呢，我也要把它变成一个人。啊！我妹妈怎么了？变成蜡笔小新了，没有错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呢，就是蜡笔小新里面的食物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发现很多新的东西。而且我相信呢，有看蜡笔小新的人都懂蜡笔小新很喜欢吃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巧克力。就是它的巧克力。可是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收集了一些蜡笔小新最爱吃的零食。就是这些，尤其是这个蜡笔小新最爱吃的巧克力饼，他每一次呢都会朝他的妈妈买给他吃的。对，巧克力饼，垃圾这样打不到了。对，我们先来吃一下他的巧克力饼喽。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口味应该已经是吃过，就是简单的巧克力口味。然后现在呢，他没有出 butter 吧，就是那种牛油味道。还有这个我们也曾经吃过，就是葡萄口味的。所以我们先来吃这个，我好想吃哦，巧克力饼。哦，这大盒的有两包。我要，它是两个口味还是什么？对，两个口味。这样我们两个都打开喽。啊，这是一个草莓，一个是巧克力。OK。巧克力饼。对。是它，里面还有一个名片。还有它的 sticker 呢，还是名片？倒了。没有啊，这个太大个了，我要这样打。蜡笔小新是这样子。倒了，第六，这个我们吃过了，这个就是它这个味道，没有，这个是葡萄，葡萄，这味道很香，很好吃，这个其实期间限定，应该是它卖到一个期限就没有了的，哇，它味道超级香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一打开的时候，它那个葡萄口味就好香哦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真的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 try 一下。葡萄最好吃。嗯，牛油口味的。牛油口味我本身都还没有吃过，搞不好这个还是最好吃的。奶油饼干。OK 啊，酸蜂蜜啊。对啊，这蜂蜜它有点甜到有点怪怪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好吃啊。噔噔，这个就是呢，蜡笔小新现在里面呢最新的其中一个零食，也是他最爱的。曾经有一集，他们是为了找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冰淇淋，找到断货，但是是在蜡笔小新的戏里面啊，真实你们还是找不到的。现在有两个口味，一个应该是 vanilla 吧，这是巧克力比较受欢迎的口味，我吃看啊。OK。它有没有巧克力哟？再到这个 vanilla 口味的。这还好还是什么？你吃看，我觉得还好哎。我知道为什么蜡笔小新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因为它里面有包的巧克力，然后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包东西，它只是冰淇淋在里面而已。是蜡笔小新的bubble gum。我们现在呢就来试一下这个巧克力的塑胶糖，它那个味道好难形容哦，怪怪的。挤牙膏挤进嘴巴，嗯，有一种这种感觉。好像其实是牙膏。那我们试一下第二个口味。在这个外面呢，有一个介绍，我们看起来是酸酸的口味。没有多酸呢，它那个比较酸。这个口味是好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 chewing gum 的那种味道。Original chewing gum。嗯，我们手上现在拿的呢有两个，就是呢一个是他爸爸最爱的啤酒的一个造型的，这应该是那种 jelly 来的吧？没有，不懂哎，我也不懂。然后这个我也不懂是什么来的，它就是一个软糖。对，现在我们就先来打开他爸爸的啤酒。听说它里面呢好像是有附送一个瓶子，一个杯。真的哦，你们看 ，Q 哦，还有这个是他的那个不懂啤酒粉，啤酒粉吧。先倒100 ml 的水，就是到这边一半。100 ml， 半。鸡精粉，因为它这个应该是那种爆炸糖，爆炸糖来的感觉嘞。啊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有啤酒的感觉。Oh my god， 太可爱了。
啊啊啊！他起泡泡，快喝！哎，不会了啊！这个怎么感觉啊？味道很奇怪，有一点像刚才我们吃的秋冰干的味道。好好喝啊！我是小孩子呢，你们不可以喝大人的那个啤酒，你们可以尝试去买这个来喝。其实不错，超香的，你们看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关键了。对，就是蜡笔小新的屁屁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要怎么弄喽。是有那个蜡笔小新的屁股，还有蜡笔小新的脸，还有小白的脸的那个造型膜，它里面呢还有它的这些粉类呀、啊，还有蜡笔小新的脱裤子的那个 sticker， 这个东西是有一点难，终于看懂了。其实它需要牛奶。这一个才呢，我就不小心的跑了下去，然后不小心的就买了牛奶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做，它还需要微波炉来加热，才可以制作出这个软糖。好，我们走吧，快点。来，我们就用这个，就挂在这里，80ml， 再放粉。斯文一点，就放入这个，给它加热。答案，你这个根本不是微波炉嘞，这个是烘面包机。这是烤炉哎，可我家没有微波炉哎，要怎么办？用这个喽。试看喽。用这个代替喽。这个蜡笔小新真的很不称职。OK， 经过我们的一波的折腾过后，我们做的这个 jelly 好像是失败了，因为我们用的应该不是微波炉的关系，然后烤炉，所以不够加热，所以它不会凝结，就不会凝结。好，一定小心有屁股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屁股，那个屁股打出来还是会对。来，哥哥，我来试看把那个屁股压出来。哦，屁股烂了，不是这样烂，不是这样压。没有关系，至少还有一个屁股烂掉的屁股，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蜡笔小新的那个图的，然后还是可以插在那个 jelly 上面的，但是这个的作品好像有点失败，好难过。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小新插进那个屁股里面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没有关系，你们呢可以自己去买来尝试做一下。如果你们做成功，可能你们做成功的话呢，你们可以拍照给我们看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开箱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 subscribe， 帮我们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。还有记得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们接下来呢一有新的影片，你们就会第一个时间被通知到哟。小铃铛，铃铃铃铃铃。还有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，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。好啦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喽。